先来看的是大家引颈期盼的台北大巨蛋，在今天举行了两场测试赛。虽然没有开放观众进场，但是可以在巨蛋球场比赛，对于四支业余成棒的选手跟教练们来说，都感到很新奇。就是蛮新鲜的啊，就是第一次在能在巨蛋里面打113列车的护栏，就是他那个铁柱子离选手太近，怕如果选手去接外球，会有可能会撞到那个柱子。这个如果没有解决，这个真的会造成选手比赛会一定会受伤，因为那个真的蛮危险的。两场的测试赛呢，一场是由台北市新复发对上新北市和联，而另外一场是合作金库对上全越运动。选手们也回报比赛的感受，就有外野手反映说，黑白相间的座椅跟网格状的天顶，在接高飞球的时候，如果不够专心的看球，会产生吃球的影响。另外，人工草皮场地踩踏的触感也比天母棒球场还要软，接滚地球可能还要再适应。Hello， 我是易景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